兄姐妹平安，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曾少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查考彼《彼得后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彼得后书》是使徒彼得在死前写给教会的遗书，它是一封书信，它也是一份遗嘱，但是它与一般的遗嘱并不同，而它的结构在修辞上也与一般书信非常的不一样。 在文学类别上，这卷书可算是独具一格，显示彼得的文字功力已经到了炉火纯青之境。一到二节与一般书信类似，作者以表明身份并且问候收信人的话语作为书信的开始。彼得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 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多多的加给你们。在彼得前书当中，使徒自称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但是在这里，他却自称为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我们看见彼得后书。 跟前书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而这风格上的差异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保罗在书信开头表明身份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称自己做使徒，有的时候称自己为耶稣基督或基督耶稣的仆人。在保罗书信当中，使用仆人或使徒，通常没有特别的用意，通常是比较随意的，仅仅是表明他的身份。 但有的时候，仆人是特别侧重他卑微的身份，而自称使徒的时候，则是要表明他的权柄。例如在加拉太书当中，他为了要辩论因信称义的真理，他就表明了自己做使徒的权柄。在彼得前书当中，作者表明自己的身份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并没有特别的用意。但是在后书当中， 彼得自称耶稣基督的使徒和仆人，这就非常特别了。在保罗书信当中，几乎没有同时称自己是使徒与仆人的，提多书是唯一的例外。而彼得不止同时用仆人跟使徒的头衔来称呼自己，他在他的名讳上面又称自己为西门彼得。 在前书的自我介绍上面，他只说自己是彼得。现在他在这里说西门彼得，西门彼得并不是彼得的全名，而是彼得的两个名字。他不是姓姓西门，名彼得。西门是他小的时候生下来，父母给他取的名字，而彼得是主耶稣呼召他的时候给他取的名字。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二节记载。 耶稣第一次见到彼得的时候，就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 k a p a s 是亚兰文，翻译成希腊文就成了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希腊文的 Petros 跟亚兰文的 k a p a s 都是指石头。而当彼得宣告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的时候， 主耶稣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主耶稣曾经两度呼召彼得跟随他，一次是初次遇见的时候，一次是在提比利亚海边。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复活的主就三次引导彼得，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就三次对主说：“主，我爱你。” 然后耶稣就再次呼召彼得跟随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树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树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的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彼得说：“你跟从我吧。”现在彼得即将要训道。 主耶稣基督已经指示他，他的死期将近，而他现在写信给众教会，在一开始表明身份的地方，他就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与使徒西门彼得。这样子的自我介绍实在是包含了千言万语。他既是使徒，又是仆人；既是西门，又是彼得。彼得书信当中没有提到任何的个人见证。 他这双重职分、双重名讳，已经诉说了上帝在他一生当中的恩典。主耶稣在呼召他的时候，一开始遇见他的时候，就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主耶稣在创世以前，在彼得还没有进到母父当中，就已经知道了西门的名字，而遇见他呼召跟随他的时候，又给他取名叫彼得。 这样子的名字，是上帝从万事以先就认识的，在现在又拣选的。主的恩典一辈子与彼得同在，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这是他的自我介绍。而就像一般书信一样，他也表明收信人的身份。 说他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同德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换句话说，彼得在这里写信是写给所有因着信任是基督、因着信得与得得以与基督的义有份的人。彼得是写给历世历代的众圣徒。彼得并不只是写信给当时的教会。接下来，他像一般。 呃，新约书信当中一样，祝福收信人，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以恩惠平安作为问候，是新约时代基督徒特有的一种习惯，一种文化。 保罗在书信当中总是用“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给你们”这样子的话来问候信徒。彼得前书则是非常简略的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但彼得后书非常特别，彼得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 这里特别强调，因你们认识神和主耶稣基督。彼得前书一章二节讲的是被神认识，以至于信服基督；而彼得后书一章二节则是讲认识神与主耶稣基督。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认识神，因为神先认识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被神认识以及认识神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有一次，我与一位主内的夫妻一同吃晚餐，在餐叙上面，我们就提到了王力宏，而这对夫妻告诉我说，他们跟王力宏很熟。哦，力宏啊，我们认识他，我们跟他很熟。而那个时候，我心里的感觉是我能够认识一个认识王力宏的人，我也与有荣焉，这是何等荣幸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被谁认识？我们又认识谁？认识我们的那一位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想象有一位牧师在台上讲到侃侃而谈，讲述从前上帝怎样创造天地，上帝如何掌管万有，他是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在台下听的时候，就对旁边的人说：“你知道吗？我认识他。” 当牧师在台上讲到主耶稣基督如何改变人类历史的时候，我们在台下对旁边的人说：“你知道吗？他讲的这位主耶稣称自己做我的朋友，还曾经为我舍命。这是何等尊荣的身份，何等尊荣的地位！我们被神认识，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而主耶稣基督一切的福分都是借着认识他白白的加给我们。彼得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彼得就用这样一句非常特殊、安慰人心的问候，直接带入他书信中的第一个主题，也就是认识神。第三节，神的神能。 你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基督徒对神的认识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基督徒认识神的时候，就会爱慕神，而越爱慕神，就越发想要更深刻的认识神。 我们是因着认识神而得着神所赐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认识神就有生命，不认识神就没有生命。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里面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有一些基督徒只讲生命，不讲认识神；不认识神就没有生命。 我们的主祭是用他的荣耀和美德选召我们，那我们知道他选召我们，就是要在他荣耀美善的性情上有份。所以彼得在第四节就接着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又宝贵又大的应许是什么呢？ 我们在第十一节看到，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正是彼得前书以及彼得后书共同提出的那个盼望：我们被神拣选，就进入他的国，分别为圣，得以成为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子民。 而我们乃是因着认识神得着这一切的好处。我们刚才说到，认识神的人不会满足于现在对神的认识，会想更深刻的认识他。越深刻的认识他，就越发体会到基督徒生命的美好。一个人如果没有尝到认识神的甜美，就不会想要更深刻的认识他。所以，教会牧者应该怎样帮助信徒建立动机来追求认识神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他们尝到认识神所得着的生命有多么美好。因此，彼得在第八节说：“尝到了这生命的甜头，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尝到这生命的甜头呢？这就是彼得在五到七节要教导我们的：你们要分外的殷勤。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段话在原文的修辞上面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中文没有翻译出来。 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原文的意思是，你们要分外殷勤的生产，或者是结果子、付出、供应。这个动词在修辞上就被用在接下来的每一个名词。 所以翻译出来的意思是：你们要分外殷勤的结果子，在你们的信心当中结出德行的果子，在德行当中结出知识的果子，在知识当中结出节制的果子，等等。这些都是基基督徒追求认识神的环节。而彼得告诉我们在这些事上要分外的殷勤，基督徒。 认识神而结出生命的果子，不是躺着就能结出的，是要分外的殷勤。在这里，彼得让我们看见，认识神的果子，首先从信心生发。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信心来的，因为基督徒首先因信才能与基督联合，才得着基督里面一切的好处，包括称义、成圣、得称为神的儿女等等。 我的祖父在过世前给我的遗言非常简短。他告诉我：“开开，你一定要信靠神，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是因信称义，因信得生，因信成为神的儿女。信心是什么？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信心有三个要件：第一是知识，第二是认同。” 第三是遵行，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信什么。保罗说：“我深知所信的是谁，认识信心的对象。”但问题是，撒旦也有这些知识，撒旦也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光是知识还不够，还要加上认同。凡是我理性与圣经有抵触的地方，我承认圣经是对的，我承认我是错的。 有的时候我们会想，上帝可能全能，但是不公义、不慈爱，所以这个世界上才会有患难；或者上帝公义、慈爱，但能力不足，所以无法阻止罪恶、苦难。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信心，是在这种理性与启示的抵触中间，承认上帝的话语都是真实的，因此信从上帝的话语。但光有认知、认同都还不够。 雅各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这里讲的不是要靠律法的行为得救。雅各举的两个例子是亚伯拉罕还有喇合。亚伯拉罕不是靠律法称义，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而喇合是个妓女，使他称义的那个信心，使他得救的信心的行动，乃是他因为信靠耶和华有恩典，所以就和和平平的，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接待探子。 信心的第三个层面就是行动，就是遵行我们所认知、所认同的上帝的话语。而当我们殷勤努力地把信心付诸行动的时候，我们就结出彼得所提出来的这些果子。第一个是德行，彼得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或者在信心中要生出德行。 这里翻译成德行其实不是很理想，应该翻译成品格，而且应该是一种内在的品格，是超然的品格，是讲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行为。一个人如果相信神，他认同上帝一切的话语，而且遵行上帝的话语的话，他会他会活出与众不同的品格来。 旧约的约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约瑟年幼的时候，因为父亲偏心他，所以他的兄长嫉妒他，本来要杀他，后来没有杀他，把他卖到埃及去当奴隶。他被卖到埃及当奴隶的时候，他有一切的理由可以怨天尤人。 他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他可以因为自己所受的伤害就恨所有的人，但是他并没有这个样子。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对他的主人非常忠心，以至于主人非常欣赏他，就让他在家中掌管一切的事。他就从奴隶升做了管家。为什么他作为一个奴隶能够对主人这样子的忠心呢？因为他知道。 把他带到埃及的并不是他的哥哥，而是耶和华。他对耶和华有信心，他相信耶和华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不管不管他走到哪里，他都知道这是耶和华给他的呼召。现在他作为奴隶，他明白这是他的呼召。他对主人敬忠，就得到主人的赏识。耶和华也与他同在，他手中所做的尽都亨通。 而他成了管家之后，家里的主母见到他，因为俊美，就想要跟他发生关系。但是约瑟拒绝了女色的诱惑，这位主母恼羞成怒，于是就控告他想要强暴这位主母，约瑟就被下在监里。在牢狱之灾当中，他没有因为自己所受的冤狱就变得自暴自弃。 他仍然相信是耶和华把他放在这里。他不知道耶和华带他到埃及，又带他进监狱，到底有什么美意？耶和华有什么目的？他的一生不是因为知道上帝的目的，所以照着那个目的去行。有一首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但是我不知明日将如何。” 我虽然不知明日将如何，但是我知道耶和华是掌管明天的主，所以我就照着他在圣经显明的一切旨意，遵行他的话语。约瑟就是这样子的人，他信靠耶和华，于是他就遵行耶和华的旨意。在监狱当中，他善待所有的人，得到了典狱长的青睐，于是典狱长就派他管理监狱的事务。到后来，他因为替法老解梦。 于是就被带出监狱，成为了埃及的宰相。但是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也没有因此而变得腐败，因为他晓得是耶和华让他在这里做宰相。耶和华的用意是什么？他现在还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耶和华掌管明天，所以他在这里就遵行耶和华的旨意，尽心的服侍法老王，也尽心的服侍埃及的百姓。 直到他哥哥与他相认的时候，他对他哥哥说：“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就自忧自恨，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的是要拯救性命。”在那段经文当中，约瑟说了三次：“是耶和华差我来的，是耶和华差我来的。”他因为有如此的信心，所以他能够活出与众不同的品格。 他能够贫贱而不移，富贵而不淫，试探没有办法胜过他，凶恶没有办法胜过他，他在一切的事情上都遵循上帝的旨意，这个就是信心所生出的品格。彼得告诉我们在信心当中，我们要努力生出品格，接下来在品格当中要生出知识。 这里讲的知识还不止稍是稍早提到的信心所包含的那种知识认同的要件。这里的知识原文是 gnosis，在这里应该翻译成智慧。一个品格很好的人如果没有智慧，可能还是会做出害人的事情。但彼得告诉我们，智慧必须从好的品格里面生出来。 亚当夏娃吃禁果的时候，也是在追求智慧，但他们是在骄傲当中求智慧。这个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都会有政坛上的一些政客有政治智慧，可是他们用这种智慧来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拖累他们的国家。希腊古典哲学认为，智慧先于品格，一个人有了智慧，才能够有品格。 这些哲学家并没有明白人的全然败坏，不明白理性的堕落。彼得告诉我们，信心中要生出品格，而在品格中才能生出智慧。接下来，彼得告诉我们在智慧中要生出节制。节制的原文是自我控制。 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是指一个有智慧的人，明白真理，明白何为善以后，就用他的理性来约束自己的欲望。孔子说，他到了七十岁的时候，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就跟希腊文化的这种自我约束非常类似。堕落败坏的人随从自己的欲望，有普通智慧的人能够约束自己的欲望。 但是只有属灵的人明白神的旨意，用信心信从神的旨意，在属灵的品格当中，用智慧生出自我约束。接着彼得说，节制当中要生出忍耐，忍耐的原文意思是带着盼望坚忍到底。一个不懂得自我约束，一个被天性欲望所掌控的人。 没有办法拥有坚忍不拔的特质。莫扎特的歌剧当中有一个角色帕帕盖 o 他是个鸟人，他半鸟半人，他并不是真正的人。他其实不是坏人，他是主角的随从，但是他没有智慧，他没有勇气，他做事都是随从自己的天性，整天想的就是吃喝还有交配。他碰到惧怕的事情就会退缩。但是马克吐温曾经说过一句话。 勇气是抵抗恐惧、驯服恐惧，而不是毫无所惧。基督徒在逼迫当中一定会有惧怕，这个是人的天性。如果不懂得驯服、掌控自己的天性，那么就没有办法在逼迫当中坚忍到底。所以彼得告诉我们，忍耐的特质是由节制生出来的。 在接下来，彼得告诉我们在忍耐当中要生出敬虔。这个敬虔，特别是指内心对上帝的崇敬，这是极其美好、令人生羡的一种心理状态。有的时候，基督徒在患难中忍耐，忘记思想神的恩典，忘记了基督里的盼望，只凭着坚强的意志咬牙坚忍，这是很可惜的。因为这样子的坚忍没有办法生出前进。 奇异恩典这首诗歌里面提到神的恩典怎么样带领基督徒走过危险试探网罗。这首诗歌其中一句说到：“恩典教导我心敬畏，恩典除去我心畏惧。”神的恩典在带领我们在患难当中征服恐惧的时候，我们就对神心生敬虔的心。这个不是廉价的恩典。 彼得接着告诉我们，在敬虔当中还要生出爱弟兄的心。约翰一书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而我们不只要爱弟兄，在弟兄之爱里面，还要生出对众人的爱，因为主耶稣的命令就是要不只要我们彼此相爱，主耶稣还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而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爱我们的邻舍如同爱自己。 上帝吩咐我们要爱邻舍，甚至要爱仇敌。当我们学会爱仇敌的时候，我们就不只是知道基督怎样在我们还做他仇敌的时候就为我们舍命。当我们学会用舍己的爱来爱仇敌的时候，我们就在这爱上与基督联合，在这爱上真正认识他舍己的爱。 彼得说：“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招和拣选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是主耶稣的话语。我们感谢主的话。下次再见。